鱼汤都在市场咯，像买水果咯，鱼汤咯。那虽然话很多店啊，都要提供卖啊，对啊。看下看视频也便宜哦，哎，还得晋江外头来到个市场上地摊，地摊你看那安排下都好放下了嘛，全部都是小样，还得全部样外头同那小些来当，实际就东西哦，啊，那烧烤个就咯，晋江地摊全部都是客家人来个，其他都地方啊，呀，你这边唔办个啊？哦，你好呀，你好。炒一炒芝麻鸡肉，我要讲这些是小鸭啊。梦游对吧？我讲是啊，这客家话个后堂嘛，个亲切对吧？平时都用客家话表达咯，今仔出来小鸭。你看工程的地方那个，江梅的那条白鹤岗、白鹤啊，像那条松城啊，还有那条五岳村啊，其他都五色五门，其他都用色门，刚好啊，讲这些。来一张好长，很多那很多都是干长的，你看吗？嗯，可以哦。哇，这香啊！哇，这香肉。平安。一上干就来哦，另外没办法啊，全部都照啊。一加一都还可以啊，手抖啊，哦，一加一都还可以。啊，同一条嘅即系一条手扣子都嚟啦，买凉茶。买两支凉茶，然后卖水果嘅，卖水果哟。我这边咧就家庭都是三条村嘛，所以后头我就好想要其他咯。我是因为想卖点安逸点嘅，啊，上个月出来就交我回去，是吧？啊，你要卖菜嘅点要安家，其他都上八千嘛，咁咯，卖啲嘢就嘅。买呀，就不是吃点东西呀。鸭都好鸭的哦。买八只。后面啊，你做些白炭的，做些买一条牛仔裤啊，啊，底下煎都遐弄咯，啊，好，今次的视频就拍啊，弄咯，拜拜。